报告，戴天礼找着了。真的吗？那是一间破庙，那聚集了100多个叫花子，没跑，一准是戴天礼杆子帮的老窝。罗和连队长，这回我立功了吧？罗西，真太凶了。嗨，嗨。我的情报不准确，让您白跑了一趟。不，咱们小队长，你的功劳大大的。这里就是他们的老窝，戴天礼狡猾，他跑了。是。佩恩大将官。哥，不用说了，大闺女肯定是跑了。嘿，送她去兴隆的路上没看住，不跑她就不是我闺女。那也是兄弟们不敢对她下狠手。过来，我给你看看，咱们现在像不像祖辈？嘿，当然了，咱们太平盛世的时候啊，都回家种田，国之将乱是扶持正义，咱杆子帮就是支队伍。放这名字不像队伍主。我说，这汤玉麟带着自己的队伍跑出了热河，但热河不能没有自己的队伍。要我说，打今儿起，咱们就叫热河抗日义勇军杆子帮大队。大杆子打小鬼子，保家卫国兴邦，保家卫国兴邦，都记住了啊！记住。哥，我知道你什么事儿都想得周到，运筹帷幄，可是咱把总舵就这么扔了，太可惜了。毕竟几百年前咱杆子帮就是在那儿立的杆子。谁跟你说把总舵扔了？打跑了小鬼子，咱把总舵再好好的规制规制。其实我倒是不信小鬼子能找到咱们总舵。咱杆子帮规矩森严，而且都是咱们自己的兄弟，谁也不会当汉奸呀，当奸细。大杆子，大杆子，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呢！咱们刚走，小日本就包围了咱们总舵。看情形啊，是全程出动啊！就连您说的那个是什么叫机关枪呢，都爆了好几支呢。各分队，我清点人数。哎。大将官，加上牵马的，一个都不少。对，哥，你看，跟咱们之前在热河点的人数一样。我就说嘛，不可能是咱们的兄弟，咱们的兄弟不可能出现叛徒。他要是有叛徒，就不可能跟着咱们，他自己就早跑了。谁跟你说自家兄弟不出叛徒？大杆子，那个从山海关来的那个拿大斧子那个人呢？哎，那个，
那小子吧，昨天晚上发癔症，你磨磨叨叨也不让我们睡觉啊，今儿一早人就不见了。是啊，那个上半夜他跟我磨叽来着，要走也是后半夜走的。他牛大斧子，哥，那小子想在这儿露脸没露成，跑到日本人那儿露脸去了。幸亏你英明，要不然咱们这些兄弟都得被捂在总座呀。哥，你们先走，我回趟热河。干嘛去？那小子给毙了，慢着。你凭什么认定他就是叛徒？那怎么不是他呀？他头天晚上跑的，第二天日本鬼子就围咱们的总座，这不铁证如山吗？狗屁的铁证如山！热河多大的地方，咱们这两天弄出这么大动静来，还能不走漏风声喽？那他跑什么呀？打山海关奔热河是九死一生，人家想多活两天，不行啊！反正这牛大斧子我一直看他就不顺眼，日久见人心吧。如果是他干的，我一定亲手宰了他。行了，招呼人赶路。哥，咱去哪儿啊？机关的山。机关的山？对，机关的山。嘿，这汤玉林可真怂啊，还敢叫司令，就来了128个骑兵鬼子。哎，你猜怎么着？这汤司令的几万大军呢，就吓得后退了几百里啊！才128个鬼子，早知道我机关的山就把他给灭了。这128个骑兵鬼子不费一枪一弹，大摇大摆的就占了避暑山庄了。这回咱热河人的脸呢，可真正家的给丢尽了。哎呦，真是丢人呐！避暑山庄，我爹是大总管，他老人家要知道的话，非得气死不可。哟，哟，你也不年轻了，动这么大肝火干什么？爷奶奶，没事，我们就告退了。别介啊，不是说了吗？热河有很多热闹，说来听听。有啊，第一桩，先得说立正门前戴汉庭，这老爷子有80岁了吧？嘿，这小鬼子一来，他就开始装神弄鬼，整了一身清朝的官服啊，手持青龙偃月刀。他说呀，要帮着皇上，哎，看好避暑山庄的宫门。咱热河这老百姓胆子可真够大的，看热闹不要命。这有些人早早的就到立正门前等着，哎，就想看这小鬼子怎么整这老。结果呢，这小鬼子来了，净说好听的，劝这个戴汉庭回去。嘿，您猜怎么着？这戴汉庭非不去，这大刀片子还真抡得起来呀，咔嚓就砍死个小鬼子。有媳妇儿，这么说来，戴野驴他爹是位老英雄啊。那头就是个200。还有什么热闹啊？有啊，这第二桩就是咱家小爷杀鬼子的事儿了。在承德街里啊，有口皆碑，都说出了个少年英雄，哎，就不知道是谁家的。哎呦，给我急的呀！我真想发个告示告诉他们，那个，哎，就是咱机关的山上的小爷儿马九金。是，你怎么不发呀？能发吗？你还怕小鬼子找不着咱们麻烦呢？是啊，得亏没发。接着说。没了，那我们哥俩先告辞。别介，不是你们哥俩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不是说有好几桩热闹吗？死了好些鬼子，这不才俩吗？说吧，这打小鬼子的事儿啊，谁听了心里都高兴。接着说，老二婶，咱回来再说啊。哟。看你们哥俩这意思，是有话不能当着我的面说呀？就是啊，有什么话不能当着大奶奶面说呀？说。是这样，这也不知道啊，从哪来了一帮叫花子，有枪，有手榴弹，每每的都是晚上进攻，还连连得手，到现在啊，已经杀了20多个小鬼子了。叫花子？啊，杆子帮。哟，原来是这事儿啊！不就是戴天礼吗？有啥不能当着我面说的？下去吧。
媳妇儿，哎，看来没杀戴天礼还真对了。对什么对呀？又让戴天礼捞着机会跑了，咱家大仇什么时候能报？哟，媳妇儿，你说这话口没对着心吧？你啥意思？媳妇儿，从小你教儿子教的就是忠孝节义，听戏爱听白袍争东，梁红玉擂鼓震金山。媳妇儿，你心里咋想我知道，这口气爷们儿替你争。干啥去？媳妇儿，上次我小舅子上山，我没答应和他一起打小鬼子，那是因为我信不过汤玉麟，我也信不过我小舅子那土。不就打小日本鬼子吗？你爷们儿我自己来。明天一早我就和马兄马豹一起下山，把小鬼子收拾干净。谁敢和我抢，我就和他急。站住！爷们儿，你是真爷们儿。媳妇儿佩服你，可是咱不下山。为啥？咱不会打仗啊。你又没看过我打过，你怎么知道你爷们儿不会打？这打仗跟守山不是一回事儿。你整天带着兄弟们在山上喝酒吃肉看大戏，哪有一个真会打仗的？那咋办？那就让他戴天礼一个人逞英雄。逞就让他逞吧。爷们儿，你心里咋想的我清楚。就算他戴天礼一个人把全国的小鬼子都撵出去了，我那素芝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真的，爷们儿，我比你大，今年都50了。是你给了我鸡冠子山，让我在山上像皇后娘娘一样，吃穿用啥都不缺，还能看大戏。我真的想在山上好好的跟你过日子。咱不下山，他们山下爱谁打谁去打，咱不管，行吗？我媳妇说的对着呢，我可不能出岔子。我媳妇过50大寿的时候，我还得唱《霸王别姬》呢。这就对了，爷们儿。嗯，你练戏的时候，我偷偷去看过好几次。唱得真好，你爱听？爱听。啊！醒了。这是哪儿？双塔山。钱某的寒舍，我还活着吗？你呀，真会说笑话。你要是不在人间了，钱某的寒舍岂不是也在地府？哎，我背上怎么没有枪眼儿啊？我记着好几个日本兵一起朝我开的枪，我都听着枪响了。他们为什么向你开枪？你杀了日本人，杀一个玩玩。嚯，玩玩，没玩好。主要是我胸口挨了一铁球，实在是跑不快。嗯，好，我就等着你这口黑血呢。擦擦，把这个喝了。药，是药。哪个郎中开的方子？我。你是郎中？25年前是。25年不当郎中了，你还敢给小爷我开药？你这药不会药死人吧？你可以试试。试试就试试。本来以为这辈子就算是走到头了，
让好几个日本兵一起打死我，废了他们好几颗子弹，也算是够本了，也不丢人。没成想又活过来了，真没劲。哎，还挺苦。哎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我耗子叔叔骑着马救了我，是他把我弄到这儿来的吧？你跟他是朋友？啊，是。我和耗子兄弟啊是好朋友。啊，我说的嘛，要不然这个混蛋指定不能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。他跑哪儿去了？我就弄不明白了。怎么你一会儿叫他叔叔，一会儿又叫他混蛋呢？他就是个混蛋，我让他给我弄两把枪，他怕死不给我弄，要不然杀个日本鬼子用得着这么费劲？哎，我怎么没听说耗子兄弟能弄着枪啊？你还号称是他的朋友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底细。他会偷，只要他看上眼的东西，没有他偷不来的。啊，孩子他偷不来，他跟我说过，这辈子他最恨偷孩子的。这孩子啊，从小就孝顺，是一门心思的要杀他亲爹，好给养父母报仇。这都什么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怪那偷孩子的贼，怎么就没人剁他手呢？老头儿，老头儿啊啊，我该怎么称呼你？啊，我姓钱，有人呢都叫我钱四爷，你呀，随便叫吧。啊，老钱啊，啊，我耗子叔叔有没有给你留下钱？钱？我饿了，我打小就有个毛病。得吃好吃的，而且我特别能吃，有鸡没有？烧的、爬的都行。咦，老哥，到了，就这儿。哎，哥哥，等等，这里边住那老头啊，昨天我看见了。他给咱们小爷用针，那绝对是高手。您把这段大洋交给他，我琢磨他一定能把咱们小爷的病看好。我就不进去了，他老跟我刨根问底的，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啊。您请。怎么来了？啊，妹妹，我没事儿，受了点小伤而已。你看我都能吃鸡了，大半只鸡都是我吃的。这位姑娘是？哦，这是我格格妹妹，是我亲舅舅家的闺女，打小跟我一起长大，比亲妹妹还亲。她不只是我的妹妹，也是我将来的媳妇儿。哦，她一进门就给了我这一袋子钱，也不说话。她不会说话，但她心里明白，她能听懂你在说什么，也能跟我说话，但是跟你不能。呵，跟我不讲。你看，他在问我怎么受的伤。哦，打鬼子呗。
他说我爹我娘可着急了。哥哥妹妹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没事了。老钱是个郎中。你不信啊？不信我下地给你打趟拳。哎，快把他扶到床上去，把他衣服解开。就这儿了，对，就这儿了。哥，我觉得你这主意简直是太高了。挨着土匪山，我听说这山上的土匪手里家伙都硬着，这小日本就是知道了，都不敢来找咱们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土匪可厉害了啊！我们戴老板从山海关回来的时候，让他们给劫过，那家伙可吓人了。是，哎，哥，那土匪不会找咱麻烦？不怕，土匪山上有咱认识。啊！你忘了？想当年，我让你去平前打听马公子那素芝的下落，你不是说他们上山当土匪了吗？啊！感觉他们入伙的就是鸡冠子山呀！嘿，我可是听说过，说鸡冠子山上的当家的叫老二婶儿，人我没见过，你的吧？你的啊？有没有胆量跟我上山去见识见识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他就是母夜叉，我也不怕呀！哎，哥，等会儿。这俩你拿着，防身。我们还有一杆子，就是劫汤雨林的监狱监狱长的。现在家的够全乎的。哎，用不着，用不着。咱可是要上山，用不着。那土匪山上有炮，你这个好使吗？来了100多号人，什么打扮？是老百姓打扮。老百姓打扮。是逃荒的，要是逃荒的，我们就不大惊小怪的把您给请出来了。一帮壮老爷们儿，又没携老带幼，肯定不是逃荒的。他们带了家伙没有？关键是距离太远，也看不清楚到底他们带没带家伙。老婶，要不然我带一位兄弟，冲他们放一枪，试探试探。报，老二婶，老二婶，老二婶，山下来了两个人，说要拜山。拜山。报上名号了吗？啊，报了，说是热河抗日义勇军杆子帮大队的。是不是有一个大高个？对，50来岁，瘦高挑。把油锅给我烧开了！是是，快！兄弟，大爷，我叫住，叫住，站住，站住！跑那么快干什么呀？要给以前的主子通风报信儿吧。没错，你还真有种。拔了！他又回来了。带了100多号人，虚张声势的。就算带个18000的，能把我们鸡冠子山怎么样？媳妇儿，你见不见？人家是来拜山的，拜的是你这个大爷，问我干什么？媳妇儿，你到底啥意思？不见。要杀要剐，还是下油锅，随你的便。得嘞。哎呦，这是好东西啊！我说，这好用吧？啊！哎，这还下来了，放规矩。这不然我送你回姥姥家。我就看看，我也不要你的。再说你吓唬我干嘛呀？你有本事把那些打到热河来的小鬼子一个个都送回姥姥家去。哎，我说上的窝儿那位，您是大爷呀，还是大奶奶呀？放肆！这是我们鸡冠子山上的大爷，
老二婶儿，快拜！哦，大姐老二婶儿，真够别扭的。得，反正您听着点啊，这位是热河抗日义勇军杆子帮大队的总司令戴天礼。戴天礼，拜见老二婶儿。哥，拜。我是副总司令财神，有礼了啊！戴天礼，你看那是谁？带进来。秀才，大杆子！嘿，我说你这不公不母的，你赶紧把我兄弟给放了！哎呀，别介啊，压他干什么呀？这胖子说话呀，我真挺喜欢听的，他爱咋说咋说。哎呀，胖子，这平日里啊，我自个儿都分不清楚我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，特别是在戏台上。放了他。戴天礼啊，秀才对你真挺忠心的，把你放了，自个儿要替你去死。秀才兄弟，大杆子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等会儿。哎，我说你是不是那马公子二丫头啊？真是你呀，二丫头！嘿，20年前我就打听了，说你上山当土匪了，没想到你还在鸡冠子山上还做了大爷了，你混得不错呀！嘿，就你这些个人，这些个家伙，可是不比小鬼子怂，行啊你！哥，我说您怎么让兄弟们驻扎在这鸡冠子山下？感情您知道二丫头在这儿当大爷，兵强马壮，咱们打小鬼子的时候，让他给咱们打个策应，是不是？戴天礼啊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还敢回来呀？我得回来。上一回就因为在这多耽搁了一天，都没赶上给老爹叩个头。这笔账，咱俩得算算。哎呦，找我算账呀？你好大的口气呀！哦，对了，你带着100多号兄弟来的，但是听说手里没什么像样家伙事儿呀。没错，都跟我一样，人手一根棍子。人手一根棍子？嗯。兄弟们，听见没有啊？戴天礼啊，找我来算账了。手下的兄弟们啊，手里啊，一人就拿了一条破棍子。那你看看，我这是什么？我知道你手里的家伙事儿，所以我才找你算账。什么意思？你听着，你老二婶的鸡冠子山，那在热河是响当当的头一份，兵强马壮，威震四方。可是再威风，小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，你不带着兄弟们下山打小鬼子，那也是狗熊。进热河的128个小鬼子，现在还剩106个，你手里有200多枪，那对付106个小鬼子那是绰绰有余。这个账，你我能算，热河百姓的心里他们也会算。戴天礼，你个臭不要脸的！你杆子帮号称有上万个弟兄吧，个个也都不是怂蛋吧？啊，老百姓的算盘只算我不算你呀？是，曾经有过，可20年前我都解散了。这128个小鬼子从山海关到热河，没有一个政府军敢开枪的。可我杆子帮的兄弟，没等我招呼，就在热河前面打了小鬼子一个下马威。没错，本副司令亲自指挥的。对，仗是打了，但是没伤着小鬼子。为啥呀？因为我们杆子帮的兄弟没一个能打枪的，手榴弹也不太会使。你笑啥呀？你们笑啥呀？
我们杆子帮的兄弟，那都是逃荒要饭的农民，大家怕饿死才聚在一起，相互好有个照应，谁整天舞枪弄棒啊？可我听说这鸡冠子山上就不一样了，老二婶您天天带着他们练兵，您的兄弟们个个都是使家伙事儿的好把式。胖子，你说话我爱听。那行，那我就接着说。是我们头一次是没打着小鬼子，那是因为没有总司令的指挥。可是昨儿个晚上，前儿个晚上，在总司令的指挥下，我们是两战两捷，打死了20个小鬼子。老二婶，您在这山上也听说了吧？听说了，干我屁事儿啊！老二婶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。我们杆子帮拢共只有7条长枪、15发子弹，还有2颗手榴弹，就这2仗下来全打没了。现在我们手里只有3支短枪、几发子弹了。老二婶，咱可都是热河人，您琢磨琢磨，这事该怎么办？你这是和我显摆呀？哎呦，你真厉害！7支长枪、15发子弹、2颗手榴弹，干死20个鬼子，你神仙呀？你那么神通广大的话，你上山找我干什么呀？老二婶，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这次来就是要跟你商量，咱们联手杀小鬼子的大事儿。才是说那个什么总司令啊、副总司令，那都是开玩笑的事儿。我就是想让老二婶你扯起热河抗日义勇军的大旗，你来当这个总司令，我带着杆子帮的兄弟给你做帮手，行吗？哥，这不行啊！怎么不行？现在在热河的地面上，只有老二婶配当这个总司令，还有第二个人呢？总司令，谁稀罕？我在山上自由自在做我的皇上多好呀！我告诉你，戴天林，你听好了，别以为你说了几句好话，我就能放过。看见没有，油锅都给你烧开了。兄弟们，把戴天礼给我碎尸万段，一块一块给我炸酥了。我看你们谁敢！冲我来！老二婶，你炸了我，就能带着你的兄弟们下山打鬼子吗？一言为定。那就这么定。哎哥，不行，要扎人呀，胡扎人呀！我怕，那你先扎我呀！行了，我跟老二婶的个人恩怨跟你没关系，你就做个证。他扎了我，真要是带着兄弟们下山打鬼子，你就带着杆子帮跟他一起干。凭什么呀？听着，就凭老二婶，他有能力杀那106个小鬼子，死我一个人够本。老二婶，昨晚上我画了一张图，热河避暑山庄的，我知道你爹在那儿当过总管，看了这个你能明白。真心诚意的要来找死啊！我戴天礼死活不打紧，你可听好了，小鬼子这两天晚上被我们打惊了，我琢磨着，打尖儿且一到晚上，他们就得缩到避暑山庄去，这就是全歼他们的最好机会。可那得有枪，这就是我戴天礼二上机关的山的原因。我佩服你的勇气，但是油锅烧开了。我今天要不炸了你，难解我20多年的心头之恨。把油锅里的现大洋用手捞出来，你的命就先寄存几天，等我杀完了小鬼子再报仇。哎，大哥！哎，
天杀掌，你留着胆小鬼子！杆子帮的兄弟，个个忠勇。戴天礼，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能杀小鬼子了。来人啊！有，赶紧给胖子拿欢油来。是。我叫你，老沈。你先答应我哥，跟我们杆子帮一起打小鬼子。这个也不急，我刚才听你说，你还剩三把短枪几发子弹。我给你六天时间，如果你真有本事的话，在这六天时间你再干死六个鬼子，我就算你厉害。从此之后，我们两家的仇一笔勾销，我和你联手抗日。老二，这可是你亲口说的，一言既出，死马战鬼，干了，干了，干了！快，快给老子打欢迎来！疼死我了！快去！阿雄，是，多准备些干粮。杀牛宰羊，戴天礼的兄弟既然来到了山下，就不能让他们饿死。遵命。嘿，好哎！二婶，仗义。避暑山庄真是了如指掌啊！你答应戴野驴了？头啥你还跟我说好好在机关的山上过日子？这戴天礼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了？你连大仇都不报了？你是疯了还是傻？我不疯也不傻，我这心里啊就跟明镜似的。戴天礼杀了二十几个鬼子，跑到我鸡冠子山上来耀武扬威、扬眉吐气的，那是因为小鬼子刚进热河，对他没有防备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我就不相信现在戴天礼还有能耐再能杀小鬼子。我不是给了他六天让他杀六个鬼子吗？有两种可能，第一个，他再也没有机会杀小鬼子了，就得给我灰溜溜的滚蛋。第二个，就算他得手了，杀了一两个小鬼子，也得把他的命搭上，到时候省得咱们报仇了。那你还看这张破图干啥？什么破图？这图得看呀，不光看，我得好好看。等戴天礼死了呀，我就拿着这张图，带着我鸡冠子山上的兄弟，把进避暑山庄的一百多号鬼子全给我杀干净了。到时候我鸡冠子山名震热河。说来说去，你还是要下山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好好的日子你不过，为啥呀？媳妇儿，那是因为我心中有江山社稷。小时候人家一直叫我二丫头，说我女里女气的，但我心里明白，我是个男人，男子汉大丈夫就得杀敌报。我生在热河，长在热河，如果能把进热河的一百多个小鬼子全部杀干净，也算没白活一回，也算老天爷没白让我当回爷们儿。那天你转身，从此来去匆匆，留下多少愁？
Whoa!